咱伫台湾吼，大家咧讨论讲，台海若是开战，台湾能撑多久着？台湾会当挡偌久啦？哦，迄阵老讲挡一礼拜、两礼拜，后来讲会当挡一个月。哦，这里蔡总统咧开记者会，你注意甲听，见面就讲啦，俄乌的战争已经300天啦，300日了。乌克兰无倒哦，乌克兰无倒。恁即句话敢听无？意思就是讲，咱台湾话像伊安尼冻300日啊。美国啊，若会当哦，恁若台湾会当冻300日，美国啊就大赢。像即马，伊要对抗俄罗斯，伊用乌克兰去对，伊也免派半个兵，也免死半个人。乌克兰已经1300几万的人走路出去国外。走出去国外1300几万，伫国内就对啦，差不多1000万人流离失所啦。安尼多啊，伊个人口数的一半较低，哦，拢总走咯。啊，互你这国家啦，会好也袂完全啦，准互你战争停啦。以后倒来啊，要安怎重建？哦，啊，重建的经济爱搁对头开始，所以。咱就当然讲战争所带来的可怕，结果你步步进逼，即马来四个月，咱必须要有真好的国防，即咱头九月国民两党上咧执政，拢无改变。所以咱现在才讲讲要买一流的武器，毋是啊，咱用一流的价钱去买二三流的武器，对无？你敢有要买咱一流的武器？可能未来会啊。但是即马袂啊，未来危险的时阵，伊若要硬叫你用，你若无来，我都好谈。所以一直阻止、阻挡你两岸线啊，蔡总统你无愿意去谈判，谈判毋免伤一兵一卒，毋免死人，会当谈着国家最大利益，你啥物无要谈？对方敢拢毋甘你谈？哦，谈判是双方面的。爱有诚意，治国啊，爱用智慧啊，毋是用拳头买啊，啊用拳头买，人也毋惊你。事实，一个量体赫尔大个经济体量，毋是讲咱踮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台湾这二三十年来，你看拢咧食老本，拢咧食老本。所以，军事这个敏感的物件。咱台湾必须要有适当的国防，哦，咱的防备爱，但心防定胜于国防。咱咧含大陆对抗，恁伫遐咧无大陆，哦，即马来咱讲两岸要和平，你甲讲要对抗，我毋知民进党你的理念是啥？你讲听美国的，过去国民党嘛含美国的足好啊，但是阮毋是全部拢听啊。对无？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家己的主权啊，咱有咱的主动的迄个立场啊、态度啊，毋是你美国啊讲我照单全收呢。但是即几冬你看，美国啊，咱是跟你做朋友、做兄弟，你即马毋是怎甲认做客白啊？啊，客白啊嘛免客白啊讲的，逐句拢爱听啊。哦，你客白啊讲的，你逐句拢要听吗？佮恁老爸讲的，你嘛无一定逐句拢听呢。哦，啊，是安那对美国啊，伊讲的咱拢爱听，啊，听到尾啊，美国啊，等伊搁翻头，换伊即马要含中国搁好啊，因中美要搁和谈和平，但因即马较缓和啊，啊，你也搁咧冲啊，搁咧赌，台湾的国债是去用笑啊，哦，咱咧用笑，你也毋知影趁伊个钱啊，啊，结果咱逐工拢甲地道计啊，甲片面啊。无安尼啊，哦，台湾哦，若是过安尼啊，有一日会行上危险的境界，安尼就歹，哦，行上危险的境界，那就不好玩了。经常就晚上啦，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，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，若愚帮你来打折。